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耻攻之不殆也。这是讲到用人之重要。孔子说古代的人不肯乱讲话，更不会说空话。为什么不随便讲话呢？是因为怕自己的行为做不到。所以行仁的人，有信义的人，往往不轻易答应，不轻易发言。我们历史上有一句话叫重然诺，这就是说不肯轻易的答应一句话，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得到。同时我们又在历史上看到这句话的相反词，轻诺则寡信，就是说随便答应一件事的人往往不能兑现守信。所以孔子指出了这个道理，古者言之不出，耻攻之不殆也。